顶姐妹早晨，我是姚伟利传道。今日来向圣言开始新的一卷书卷《以西结书》，为了帮助我们明白这卷先知书，我先简介以色列民三次被掳的历史。第一次在主前605年，但以利先知和第一批精英被带到巴比伦。第二次是主前597年，约雅根王和以西结先知在被掳的行列。第三次是主前586年，圣殿被毁，亡国，西底家王被带走，耶利米先知和一些贫穷人留在耶路撒冷。三位先知侍奉的年期有重叠，但身处不同的地方，分别是但以利在巴比伦王宫，他侍奉的年期是主前605至530；耶利米在耶路撒冷，侍奉年期是主前626至580年。以西结却是在巴比伦做奴隶，侍奉年期是主前593至573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约西亚王在主前622年展开一次宗教改革，加上耶利米先知教导圣言，对少年的但以利和以西结的灵命培育产生深远的影响，使他们就算在异国异教中仍然能够大无畏地效忠神。今日分享以西结书1章1至24节，可以分为两段。第一段1至3节是神异象的历史背景，第二段4至24节是神异象的内容。第一段神异象的历史背景，作者以西结用两个不同的方式来说明神异象出现的年代。第一个是当30年4月初5日，另一个是约雅根王被掳去5年4月初5日。约雅根王是主前597年被掳的，所以被掳5年就是主前593年。若以此为参照，30年就是主前623年，好可能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年龄，他在30岁的时候蒙召。以西结原本是一位祭司，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神加增力量。根据民数记4章23节的记载，祭司可以在圣殿里面侍奉的年纪是30岁至50岁。踏入30岁，以西结本应进入圣殿侍奉，但是他5年前已经被掳到加勒底，即是巴比伦南部的加巴鲁河边，做开凿运河的奴隶。在这里没有会幕，没有献祭，何等凄凉绝望的时代。但就在这个时刻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耶和华的话突突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神在这个时候主动向以西结启示异象，在这个大而可畏的异象里面，神向他发出做先知的呼召，拣选他在异国他乡向神的百姓传递神的信息。他最后一次宣讲预言的年份，按40章1节记载，是在被掳第25年，即是由被掳第5年到第25年，也即是以西结由30岁侍奉到50岁。历史再次见证，无论世事怎样变，侍奉者的使命是不变的。以西结终于召命，与同期的耶利米和但以利先知被称为亡国三杰，是被神使用的伟大先知。第二段神异象的内容，天开了之后，先知首先看到的是狂风和不寻常的云，彰显神的临在。第四节说，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。之后他看到四个外形很独特的活物，和四个巨大的轮子，在强光、火热和好像大水和军队的响声里面，最后他看到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。
1:28，他说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。坐在穹苍之上的神不受时空的限制，他是全地的主宰，他有强盛的天军和战车，胜过地上一切的军队。这个荣耀的意象令先知恐惧战惊，同时都使他得到极大的安慰和力量。意象里面四个活物好像人的形状，有四张脸、四个翅膀、两只手、两腿、脚，如同牛蹄。四张面的分别是人、狮子、牛和鹰，旁边有四个巨轮，轮中套轮，轮边布满眼睛，活物的灵在轮中，无论是行走或者高升都不用转身，彼此协调，行动迅速，完全听从宝座上神的吩咐。我们对四活物的来历或许有些陌生，但但以西结认出他们是谁。在10:20，他指出，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，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。基路伯是服侍神的天使，原来他们早在创世纪就已经出现，神派他们守护伊甸园生命树的道路。他们的图案绣在会幕的幔子上，两个立体的基路伯立在约柜的施恩座上面。所罗门建造的圣殿里面有两个立体的基路伯，新约称他们是荣耀的基路伯。使徒约翰看到天上大敬拜的异象，都有基路伯在其中。虽然以西结描述的细节和启示录有些不同，但他们很可能是相同的天使，因为以西结和约翰都是有限的人，所见到的可能只是片面而不是完整的景象。以西结先知同这一群近距离侍奉神的天使，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所效法的榜样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有三点的学习。一，年幼的以西结借着约西亚王的改革，前辈耶利米先知的教诲，他将神的话铭记在心中，他和神有个人紧密的关系，加上来自神的清楚的呼召，为他日后得以忠心侍奉神奠定了稳固的基础。所以我们都当把握机会接受装备，因为唯有成熟的灵命才能够面对变幻的世代，践行神不变的使命。第二，基路伯的两个面、四个面与四福音主耶稣的描述相同。马太福音里面他是王者狮子，马可福音里面他是谦卑如牛的仆人，路加福音里面他是完美的人子，约翰福音里面他是鹰，有超越的生命，是神的儿子。可见侍奉神的人都应当追求均衡完全的生命。第三，四活物对神恭敬谦卑，当他们站立的时候，两个翅膀垂下遮体。侍奉神的人需要操练对神恭敬谦卑的态度，侍奉的团队合作的时候才能够让神的旨意畅通无阻，同心合意成就主旨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荣耀尊贵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愿你从我们身上得着当得的敬拜，我们蒙你呼召成为你的儿女，更加成为君尊的祭司，何能不配。求主帮助我们努力追求成长，愿你的旨意畅通无阻地运行在我们身上，运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你。我们恭敬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